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比如说唱歌来说，我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作品，我真的唱到很多很好的作品，像刚刚至少还有你，今天晚上唱的每一首歌。然后作为一个歌手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的是得到你们的支持，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我只是唱歌给你们听，可是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所以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很感动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真的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送给你们一首歌呢，我觉得，这个也是我希望送给大家的一些很好的事情。我希望你们听我的歌的时候会得到很多的温暖，还有很多的力量。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会是最好的事，所以送给你们这首新歌《最好的事》。爱着你，最好的事，那就是爱着你。